开到底了。好。目前正在灌那个水线哈，把里面那个瓦斯的浓度把它降低。目前浓度都是有降下来的。
好。我现在在竹北后仁义路106号，那目前这边有瓦斯外泄哈，瓦斯外泄。那目前那个瓦斯管理处的人有来哦，数值都超标。哦，我们那个警消同仁哦都在待命。非常感谢他们的辛劳。那目前那个瓦斯的部分呢，都已经阀门都已经切掉了哈，现在就等里面的那个瓦斯哦，把它做排放。那目前在正后方的时候，有做拉那个水线跟排放那个新鲜的空气进去。啊，今天我们那个警消啊，都非常的辛苦，跑了好多的地方。那现在目前那个瓦管处的还在测它的数值。因为浓度还蛮浓的，所以铁门没有办法开。